呢？哪呢？两三千多啊。四千整。啊？为什么？这里比较贵。对啊，这里两个雪场。这个有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要放啊，所以不就不会抽到自己。江总，外套还是背包？嗯，你的手套很容易掉，我帮你抓住。你的那个抓住哈，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忘记，所以你才会常掉啊。接着看上面，我估计不会太多了，而且早上的那个好像说在排队往下来，所以他们都上去了。他刚说过什么东西卡的？第四什么的啊，我忘记前第四。那你现在可以啊，你弄好你的全部东西。小缆车卡住了，再接上去的，停住了，又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哦，大约排30个人吧，后面没有人的话，40个人吧。你要走？排队大概是这个长度，下面的不知道是排队的还是站在那里还没穿。有点长，有网子，好悲。对啊，我们要越过蓝色网子才能进入排队的队列。之前先把它插到旁边。你有管吗？我看，不能确定。对啊，我问的都是问我的，然后你要回答你的，像你地库，我看不到的叫你。等一下坐这个高。起来会有点慢，尽量直滑，赶快冲去那。我记得冲力非常的不够。
车够快，只要没有人在那边搞就好了。I saw you put it in your jacket. That bit is a bit of a zipper. Mm. Will be too tight. I don't know. Is it a zipper, right? No. It's no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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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You got it?下车以后，左边直下黑线，右边是红线。温度计后面的黑线。现在的我们可以走这条路。刚才在上面绕错了。没有，这是山羊街啊，这没有街啊。我们走的方向是这样，很好切啊。这是改变。
练练外边的再好，昨天练左腿，今天练右腿。直下也 OK 啊，直下差不多红色的高度。那也没什么人，不应该说人不多，但是滑得很尖，对吧？雪场密度不是很大。Is it working? You might have an extra permission that Apple wants or something, you know? Automatic update. Need to read it. 我们有下到这这条路有一路下下去，因为我看到这条，我们并没有从。所以我们二十一直持续下下去，所以你看下面跟上面比，下面简单多了。Yeah, it is. It's actually good across there. It's good across there. Might be worth a run actually. 棒棒。整块是平的，就这样稍微斜动。就要考虑到你第一趟就要走的，下来。没有。
个前面往左切就会回到黄线，然后这样不会不用爬这一段，要不要这样子切过去？确定，之前就这么走，没有骗你。我，先下来热身，我顺便要扣紧鞋子，在这里。不用再动了，不用再动了。不用，你要吗？可以尿尿这里。血会陷下去，对。是你说去看看啦，我就说不要了，好陡。下一个，我在喘啊，我在喘。往左切就是，往左切就是。
前呢、啊，这个波都是粉，那现在一来顺风，二来可能很多人滑过，那个粉都没了。然后前面那个缆车好多人哦、喔，这是去山顶。嗯。要接着往上吗？还是先滑到最下面？先滑到最下面的话，上午我们这里滑够本，接着中午切过去，这样好。好，那就往下滑。这里记得啊，我们有这样先来过，这里也走过，那里也走过，那里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山谷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就会回到那个下面那个缆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停一下，先走这里啊，下一次才走。我本来就在弯啊，我本来就在弯啊，是你从后面跑过来，你有在看前面吗？有啊。那你有看到我吗？你怎么很斜的过来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我吓一跳啊！我说你怎么这样整个身段？我没有很斜。我以为你在我后面。好。嗯。因为滑得很舒服啊，有没有？我刚刚那一道很舒服。那我跟你啊，不用，我跟你啊，好，走吧，就是一堆人那个地方，一堆人哪里？下面一些人。左边是黑线，那边就是我上次说我不要去的黑线，那边就是下去另外一个缆车。右边这边就是回去冈纳。对，走吧。你不觉得一下就滑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他这鞋比较有，他鞋比较好。你说划算了、啊？今天四千，昨天三千四还是三千六？好像六而已。对呀、啊，现在什么都没看到，那就下去。之前舅舅快到吓死，现在舅舅应该觉得这个波没有很陡。我打两个要走到最下面。
这里不会上不了车。这里都没有这个问题，方向真的很差，方向也很差。它这里北风的话，风这么强，就算融化也会吹走，融到一半就会吹走。不是。它温度要降低之前，要不就是被风吹的降温了，要不就是被风吹到空中，还没融化就被吹走。所以表层被晒的不会一直被晒，就是只有表层会被晒，但是它晒没多久就飞到空中了。对啊。超舒服。你要再一次还是这次去黑的？再一次很舒服，是啊。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方法，我们不用爬那么长，一下来回头切过去就好了。如何？那再一次红的？啊？对啊，所以没有人要来黄，那些人都爬去上面了，还是去隔壁？黑的也没什么人呢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。现在才遇到伙伴啊，拍他就有拍他哈哈哈哈哈
不错，他在弄黄棒棒。切线，然后去划那个舒服号。第三次才一路走这个黑，舒服好舒服一些了。山顶了，哦、oh、耶、yeah ！没有，我说我拍到山顶。我看，左边那个是，左边那个是有台吗？
先下一个这个黑，先下一个这个黑，然后下面接下去就是那个哈。就是刚那一条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这边才一小段，就稍微咚一咚一咚一跳跳兔，大概四下就到底了吧。我说四下，但是因为太快了，所以现在两下就下到这了。你不觉得我们习惯横向下跳兔以后，陡的波动这招蒙过去就好了？对啊，就是很陡的话就横切，然后，对啊，但是我是中斜横切啊，那就下去哦，我跟你啊，这一次你都知道怎么走，你用舒服的滑法就好了。前面黑线，右边红线。看左边，刚刚说的前面黑，那个黑就是在那边而已，然后下到那个缆车，我们只有坐过一次那个缆车。
车哦。车子什么车子？人多。你说巴士吗？你说停车场啊？停车场啊？蛮多的呢。
会被自己的线挡到。我本来觉得说，这样一直横切的人是反向的，那这样切到最后会卡在那个。其实我后来发现不错，横切的人，但是切左边一点超，从这边过去，这边的比较多。因为他一开始一直横切，一直横切，他就好像弹掉，好像是啊。我觉得是谁？我的是谁？上面的，他是为了要落雨，他在用力的把粉蹭起来。我们就正常下这边就好。一直切出去，一直切出去。不过这根上面有人，我猜是从 gate 的。但是我们正常的根线，从某个高度开始，一直山羊站的话，也可以到下面一点点那边。我觉得，从棒棒这里，大概到这个树的上面一点，切得到。但是没必要，哇，看不到了，没了，好，我看，先打黑的不用怕，黑的就分分期。怎么进？这边距雪道距离我们的脚力很近，这里也很粉，很粉很粉，这里就够粉了，不用学。
吃饭，饭，休息一下。